是我们刘班哦，这个过去十多年来哦，这个整体的这个进出口的一个变化哦。那我特别把那个2008年跟2010年这个特别标出来，是因为2008年的话，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当时整个世界的环境哦，经济的环境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巨变啊、哦，就是那个 Lehman Brothers。啊，这个雷曼兄弟债啊所引爆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台湾的当年度的啊这个出超的金额啊，特别是跟前年度来比的话，就是下跌了大概40%左右。OK， 啊，那么2010年的部分的话，为什么也会衰退啊？那是另外一个啊，我们讲说也是一个规模没那么大啊，但是算是影响蛮深远的，就是欧债危机啊，欧债就是从那个西亚引起的，包含葡萄牙、西班牙，还有就是爱尔兰啊，甚至于说意大利当时也是岌岌可危这样啊。然后之后啊，从2011年开始的话呢，就又恢复了，就是正的成长。那这边的话数字有一些错误啊，因为我后来再回去看那个的这个网页的时候，发现它那边应该是成长了14.79%，就是14.8%。那么2012年跟2013年的话，也都是正的成长哦。所以大家从那个2000年开始哦，大家会发现说，其实台湾一直以来整体的贸易的话都是出超啊、哦，都是出超的啊、哦，所以一直累积到现在，我们整体的。总外汇的金额大概是4000多亿啊，4000多亿。好，所以这个是它的那个线图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就在2009年的时候，那一个往下掉落，慢慢就在回复啊。那我们那个整体的这个，我想说出口啊，那到底是卖给哪些地区或国家？那么我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含港澳在内的话，这个大陆是我们最大的经济伙伴哦，取代以往的美国哈，因为以往美国的话，大概在台湾的整体贸易量大概差不多是20%到30%之间啊，然后再过来的话就是东南亚国协啊，也就是我们台商转机的这些区域。好，那么进口的话呢？一直以来，我们台湾最大的啊驻超的那个区国家就是日本啊。那么这个跟我们台湾以往是日本的殖民地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很多的厂商的技术来源主要是日本啊，所以我们从日本那边应该是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贸易的输入啊，都是基本算是占最大的。好，那么至于说那个货物的结构出口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台湾主要是做电子代工啊，所以说那个36%都是这一些，主要是电子零组件这些东西啊。好，那么进口的话也是一样啊，进口的话也是一样啊。那个因为我们是天然资源缺乏的国家，所以说呢，我们主要是那个。大的部分就是这一些天然资源进口的部分，占了22.4%。好，那么这块就是提到，就是说大陆啊，这个讲说从李登辉总统执政开始，即便是他当时强调是阶级佣人，但是讲说从第三地转入大陆的台商其实。所以至于说从那个李登辉总统时期，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党政府哦，那个其实大陆在台湾就是跟台湾的那种贸易的依存度基本上是增不减啊，应该是这样子来讲。好，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线图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两岸的贸易的这个讲说的成长啊，台湾对贸易地区的成长是。上怎么讲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牵涉到说，为什么2008年那个马政府上台之后呢，他会一直积极。
极的啊，跟大陆签这个 NFA 啊，甚至于说其他的我们的贸易伙伴要签这个 FTA， 那最主要就是考量到现在啊，有一个所谓的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个风潮啊。那么NFA 跟 FTA 这个大家应该就是都有一定的一个熟悉度啊。那跟这个议题相关的部分的话，就是 TPP 啊，就是 TPP 啊。那么这个 TPP 的话呢？2018年是这个美国加入 TPP 之后，目前主导这一个啊，像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的话，就是美国哈、啊。那为什么它如此的积极？最主要就是因为它要重返亚洲哈、啊，所以它把日本，甚至于像台湾，它也一直希望怎么样都纳入这个 TPP 的这个会员国哈、啊。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RCEP 啊 ，RCEP。那么这个 RCEP 的话，主要是针对就是东南亚的这些。所以他讲说呢，是东协加六的一个扩大版啊、哦。那这个 RCEP 的话呢，啊、哦，以这个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来讲的话，目前就是剩下台湾跟北韩啊、哦，没有纳入，其他的话大概全部都加入了啊、哦，都加入了。好，那这是我那个几点分享。不晓得在座的老师有没有对我们张老师在教学上有哪一部分啊需要给他一个建议的，或是说他的优点啊，可以在我们这里啊，也可以给他一个分析啊。不晓得有没有老师要意见？那讲评的到时候我们讲评老师他会书面的啊，我们会诊之后。谈瓜这个录影的过程会给你参考。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马上请蒋平老师来做演讲。那也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那个林准的林老师。那他有一本书，像多多像有种
书里编了很多句子，那就说左右走出彼岸的啊，这个是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叫地下铁，那就是星空。就第三句就是地铁星空直穿身。还有一个是叫做微笑的云朵，啊，曾经在德国得过奖。所以我第四句就是微笑的云朵恰如其分。看来是星光这样的一个结构，把它联想。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是电子电路应用实务啊，这是我目前在上的一门课。好，那这门课呢，在我们系的这个课的规划呢，它是目标是要使学生应用一些基本的电子零件啊，像耗体啊、电晶体啊，还有一些运算放大器。那主要的授课内容就是比如说像电子仪表的介绍，因为它会用到一些电源，像电源供器啊、信号探测器啊、示波器。那再来就是有一些零件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二级判别者、流电波电路、电晶体判别、电晶体开关电路、电晶体放大电路、南极电路、波动放大电路、基本运算电路。那是这一门课的课程规划内容。那我们呢就会按照这样的规划呢，一下按照这个次序来跟各位来做介绍。那今天呢，针对电晶体放大电路呢，来做一点更深入的一个介绍。好，那电晶体放大电路呢，基本上呢，就是有很多像控色阻态啊、控晶体态啊、控晶体阻态这样的一些电路，还有它的一些应用的延伸。好，那控色阻态呢，基本上就是设计。那这种共色阻带呢，简单的讲就是它有电流放大作用，所以它的 AI 是大于的，还有电压的放大作用，所以 AV 也是大于的，这是三种阻带里面唯一电流跟电压都会放大的特性。好，那对于信息阻带来讲呢，共集体阻带来讲呢，就是集体是共用的，输入输出是共用的。那么这个共集体阻态的话呢，电流是有放大作用，它 AI 是大于的。那电压呢没有放大作用，所以它电压的放大是小于的。好，现在的阻态呢是共基体阻态，它们 base。那么这个就是基体的部分呢是共地的。好，那这种阻态呢，基本上它没有电压放大，也没有电流放大，那它只是作为三种这个电晶体放大电路的类型。好，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个共色阻态呢，来做一些实习那么我们提供一些可以应用的电路来让同学来实做好，那么它这个共色阻态放大电路的实习呢，它还会用到一些仪器，比如说像。会用到示波器会用到信号传感器，会用到电源传感器，这是我们这个实习的会用到的仪器。那么这样的一种共色阻态放大电路呢，大家做了以后呢，可以验证它的一些特性，就是它有电压放大、电流放大特性。好，那我们呢，用几个制作过的一些结果呢，来分享，让大家来了解它的共色阻态的一些用途。
就是说，当你按开始的时候，它在一个一个时间常数过程以后，那个灯就会按掉。这是一个意识性的一个这个简单的实验。那其实就是一种共色阻碍，它把它设计成从单独来电影的一个效果出来啊。这是它的应用的一个例子。好，刚才大家听到一个鸟叫的声音，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就是在共色阻碍上的一个应用应用，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像这个一个震荡的一个鸟叫的一个声音出来。那我们也是可以作为大家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是一些商店啊，那我们要进入商店的时候，通常把门打开，那就会有那个提醒那个老板的声音说，哦，客人来了，那个意思怎么样？所以我们按了一个键。啊，他就想，就是等于是我们开了一个门，或者我们进到一个门关，然后我们就让老板不要再来做提醒。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是一个共色阻碍的放大电路一个一些简单的一个实验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电力放大电路的一些相关实验，也让同学能够针对这些实验里面，一方面知道它有一些这样的放大的作用，二方面呢，也让同学去了解。哦，原来在这种电子的应用实物上是长成是什么样，可以在什么样可以发挥功能。好，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李老师。请问一下，李老师，职场上可以算过正式吗？哎，当然不是。可以印象中那个李老师都是短裤，然后露出那个线条。我还平常看到他，我还羡慕他，中年人还有这种线条，所以每天都在爬山，看可不可以跟他一样。看来我是下辈子再来。好，那不晓得各位老师对这个林老师在这整个笔练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一些建议或是给他鼓励的，有没有？大家可能不好意思的哦。那像这个林老师，你平常在讲课的过程中，也都是把书还是用这种方法？哎，因为针对我们孩子来讲，我一定要让他有抄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就是说我要让他一方面听，一方面能够吸，他这样多了一个影响，这是我个人的一种观察。对孩子来讲，如果放高后，也许他，在做别的事情，这是这个观察的一些，所以我一定会透过关系。那当然，这个是一种让他会有一些想要再了解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让他再看。那板书是让他抄写，能够多一些，一个印象这样子。那当然，他抄了以后带回去，他如果以后想要写报告什么。或者是说，他哪一天想要拿来应用，是他也可以做这样。谢谢这个林老师的说。那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这个包括我也用过，发现对，因为我教的大家都是专业的，那发现包括也这样，对我们学生好像效果也是挺大的。那比较有好处的地方，比如说有涉及到色彩、图像、影音这一部分，也许可以透过这种媒体的一个设备来呈现。那或者呢，对专年级的学生，尤其我们教的这个集体课程，还是我现在还是回归写黑板，好像孙馆长、孙教授、孙主任也是走这一条风格。当然，这个大家都可以检讨。我们透过这种这个研习或是示范教学的部分，大家来提供意见。好，那我们还是谢谢林老师。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叶教授。
就是用字来看不懂啊。应该大家也听过了，黄金比例大家都晓得啊。像我们那个孙老师啊，就是有黄金比例的那种身材啊，有点那个味道。那等一下我再慢慢讲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长边啊，这个就是长边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短边啊。长边比短边是一个黄金比例，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两边的和。两边的和比上长边等于长边比短边啊，这样基本就知道了啊。那各位看一下这边，这是一个长方形，是黄金比例的。那如果我们再加一个长边的正方形上去的话，基本上这边是黄金比例的啊，因为这是 a 加 b 嘛啊 ，a 加 b 上除 a 啊，等于这个 a。他有没有人有兴趣解平方公式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我们既然这个是 b 比 a， 那这边都除以 b 就好了。啊，到最后变数就是 y， 把它展开，代进解平方公式算出来 1.668 啊，0339887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黄金比例。那黄金比例。应用在很多方面啊，今天我们讲的就这个啊，其实我们还是没有注意，不过感觉应该有注意，大家比较知道要干什么啊。所以大家底下我们看的就针对黄金比例来做就好啊，啊，其他都是不代表啊。啊，这个是鹦鹉螺啊，啊，各位看这里啊，刚才我们这里。黄金比例的方形啊，这边加一方形，这边黄金比例，这边也是一样，一直扩大都是这样啊，最后扩大变成这样啊，好这样啊，整个是黄金比例。那一路罗基本上即便是特别，各位看这里啊，这边这样过来是一个方形，然后我们如果再加一个长方形过来，就变成这样啊，所以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路罗啊。啊，就是这里就是它的数据啊，所以黄金比例无所不在啊，啊，这是自然界，各位可以好好去观察，就是我们用这些花花啊、叶片啊之类的花，这个是名师级的啊，而且描述一个地球的秘密。他主要走的，我看清楚啊。那这个是啊，没有，这是没有啊，没有。这是其实是一个大本书啊，大本书啊，它是下面的一个书啊，在一书左右有很多大本书出现啊。那这个往下移过来，其实它是靠着一书左右啊。那这个有没有黄金比例？黄金比例在哪里？各位只要想到1.618的颠倒是多少？0.62啊，是0.618啊。啊，0.618就是接近所谓的0.66，所以这个叫三分之一。但是你渐渐的把它算的话，渐渐的算的话，这个应该是叫8/5，不是9/6，9/6是3/2，8/5。所以，但是我们用眼睛看的话，非常不准确啊，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底下是8/3，但是你画图可以去切一根画，它是8/3的位置。所以说，我想到印证是，还有我们的那个台阶嘛，是16，好像也有那个味道啊。16刚好可以变成这组啊。这边刚好差不多是3/1，或者我们讲0.372，0.372的地方啊，上期是0.618。
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站的话，十五点差不多一点三千，啊，这边平均多少？啊，它每个位置都有这个黄金比例啊，这里景气。这个有没有人否定它是临时啊，画家临时啊？所以它一超都会有所谓的黄金比例啊。这个黄金比例在哪里？这张图。所以想想看，它这个主要看起就是这一个东西，所以它站的就差不多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横的地方就是三分之一，啊，就是你把它取中线可以，啊，这个投票范围这一张也是一样，啊，有没有上面三分之一？所以各位照相的话，那个天空有三分之一，要么就三分之一，啊，这样就可以啊，符合黄金比例。啊，人站的位置就站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啊，不要站在中间，啊，有点距离，啊。这个是照相师啊，这是名师啊，这也是名师啊，因为我在 Google Plus 里面把它抓下来，啊，啊，一点点，啊，上面上上去就一千、两千、三千、四千的搬家，啊，啊，他的保密有100多万。一个啊，这边也是，各位看到有个商机，啊，也是有啊。这边呢，有没有商机？这边站的位置，都几乎都差不多具备那个特性，啊。那这个是谁？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啊，是一个交流的。啊，他是非常有教育成功的一个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传统教育，不是普通人，所以我们进入传统教育，他是不是普通人，所以进入非常教育，他自己成长，好像国中、高中还是国中就辍学啊，你看那个比尔盖茨也是辍学，对不对？大概也是辍学啊，然后没有辍学的人就不会算成功。季节联考的小子也是辍学，对不对？他比你还出名，他写文章比你还啊。那这个地方有没有？所以我为什么画这一张？这个地方在方面有个性，但是这方面他这个设计有没有上分之一、三分之二？有没有这种黄金比例的？啊，你们注意看他的这边的中线啊，切过来是不是他的三分之一？这边也是一样。啊，还有这个肩膀这里横过来，是不是这样底下？啊，所以它基本上都符合这一点上。啊，那它还有另外一个设计的技巧，等一下我们讲。啊，这那应该换个一点，让你预料一下。啊，这个这是什么？做宝贝最好不要忘记。这个弗兰尼啊，弗兰斯贝弗兰弗兰尼啊，他在叫，但是很奇怪，这个是什么？然后鲨鱼，那这是一个人在玩，这边是鲨鱼，他不怕啊，他怎么站上去？又掉上去，还是底下来？有木人？他说底下有个东西撑住他，对不对？啊？有一个基盘撑住就要其实你在底下，我们可以想象空间的时候啊，但是关于它由于创作啊创新突破，所以我们为什么放这两个照片？一个是超传统，一个是由于突破创新，它们都不是传统教育教的什么功能，所以不要太看得起博士硕士。OK 啊，我来小心点说，你啊。可以啊，对不对？